You should bet on me. Like I'm Apple in the 90s, you should bet on me. Gonna wanna get behind me like I'm 23. Before Mikey was on Nikes, you should bet on me. Hey, how's it, Ma?各种饿死鬼，饿死的，这样，谢谢。我去过，哈哈哈。我要薯条。是公主吗？不好意思。她是公主，不是公主。好好说话。我觉得两个人比较好玩，是因为坐我旁边吗？我等你啊！需要吗？我等你哦，来。有在等你哦，你可能要关静音。我等你啊，快点。我要戴口罩，我要戴口罩，不然不好看。气氛担当。可是我觉得。真的。隔壁在看我。他还以为你失恋。在屋顶唱着你的。小 Apple， 我们来找动机。什么是动机？动机是什么？还是我们来找隐藏式动机？动机太是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要哪个？怎么变成一个人吃咖喱？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距离？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哎，我们比好一点点。我攀比一下，来看一下这两位的脸吗？这两位脸。哈哈哈哈哈。解开了故事的谜语。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希望你们会唱完副歌。大树下的你，开始低声。麦克风低声。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失恋了吗？我们在下面走的，在后面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下雨。让世界停止那一场雨，吻你的呼吸。拍 MV 叫雨夜 MV， 你说好，然后叫日记，还日记，还给我日记，快变。这个不喜欢，这摩天轮，直接被夜店。日记，日记。我们要到了，哎，太夸张了，再等一次，再一轮。哦，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破音了哦，破音了。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这太惨了吧！磨完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能爱一百零五度的你。观众互动，观众互动，观众互动，好过瘾的观众，被逼就眨眨眼，狂眨，被逼就眨眨眼。我为什么？为什么不好好读书？问你，问我。
知道得了，因为现在大概是四点三十五分。四个社长，陶艺社社长，社团社长，啊，这个是气球社社长，这个是排球社社长，四个大社。社长之宝，也是不怕丑的。这三个画面好像很奇怪，这三个人的画面，然后再加这个在劈腿，劈腿，然后再吃饼干。我以为你要过得多开心，你要多过得多爽。没关系啊，我们现在不搞了，再说排球赛。第一届平衡木比赛开始。好烂哦！两格，好，下一位。人为干扰，人为干扰。他就跳的，三格，三格。小时的表演，然后现在要回饭店，然后九点半吗？九点，然后要查房，这样，等下可以开始我们夜生活。神经病！他们在说你只有我，没有他看起来还不知道怎么用。耶！他刚才给我手机拿好，你看你先，你露你心眼。哇！哦，手机拿好，手机拿好。笑到不行，大概50公斤，我他妈你的40寸的那台50公斤。哎，你抬脚啊，我抬。等一下，这个先拿走，等一下。等一下，你先拖他。拍一得也要拍一下。
抬脚，你抬脚。赶紧的。你压我的脚趾头。你竟然在给我投降。哎，把它抬上去。不要，不要抬上去，往前。往前退，往前退。坐，拍起来，干你！真可爱。